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44面第一行看起。不计众苦，少欲知足。这两句是经文，下面是念老的注解。计者，技巧、执着也。佛经里面常常用这个字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计较。佛法说执着，执着就是计较，所以斤斤计较，严重的执着。苦，这不计众苦。苦者，佛地经第五卷，比恼身心痛苦，用现在的说法呢，就是压力，精神的压力，物质环境的压力，这就叫苦。重苦者，就是苦多，苦太多了。佛经把它分类，有内苦，有外苦，内就是身体，外就是你的环境，给你压力。三苦是佛学专有的名词，他把苦分为三大类。下面这个苦字是名词，苦苦、坏苦、行苦，上面这个字呢是动词，属于苦、身心苦恼这一类的苦，称为苦苦。苦苦里面又分为八种，生老病死，这是苦苦。环境上有求不得苦，有怨憎会苦，冤家对头，不喜欢的东西，不愿意看到，不愿意听到，偏偏叫你常常看，常常听，这一类叫怨憎会，爱别离，喜欢的人，喜欢的事，希望常常能在一起，偏偏要离开，叫爱别离苦那么这个都是属于环境上的苦，另外一种叫无因之生苦。这个无因内外都有，色受想行识，色是物质，包括身体，身体有病痛，这都是生苦。精神受想行识，你的感受，你的念头，那么这些苦它永远不离开你，一切时一切处都会
会遇到。啊，他不会从中持，这叫行苦。最后一个施，施就是你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。啊，所以合起来了八种苦啊。啊，佛经上常讲啊，人生在世，八苦交煎。底下说分类不同啊，均表苦类众多。菩萨了达一切众苦，皆是虚妄啊！这一句重要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八苦的相，二苦的相，三苦的相，毕竟不可得。啊，谁在受这些苦呢？身体，身体不是我，这个道理就深了。啊，我精神上受苦，精神也不是我。我到底是什么呢？我有没有呢？真有。灵性是我，没人知道。啊，世间聪明一点的人，他认为灵魂是我，算很不错了。啊，灵魂是不是我呢？是我，是个迷惑颠倒的我。啊，灵性迷了就叫灵魂，觉悟了就叫灵性。灵魂出不了六道啊！啊，它的活动范围有局限，六道的范围已经相当大了。啊，上面到二十八层天，下面到阿鼻地狱，活动空间大多了。啊，但是他出不了六道，灵性就超出了。啊，灵性超出，他到十八界，再要超越呢，那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了，他什么障碍都没有。啊，灵性里面时间跟空间都没有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它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。啊，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，它没有远近。啊，谚语所谓“无缘覆盖”呀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宇宙的边际它看起来就在眼前。啊，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。最后的目标是叫我们回归自信。啊，回归自信，自信本具的智慧现前。能力现前，叫万德万能。能力现前，意思就是没有你做不到的事情，没有你不知道的事情，那是智慧；没有你做不到的事情，这是能力。啊，另外还有一个相好。你的自身跟你的环境非常美好啊，
里面挑不出缺陷的，啊，这是心得圆满的流露。啊，经上讲的极乐世界就是的。啊，华严讲的华藏世界就是的。全是自己本能所现出来的。啊，那我们现在的环境没有离开本能，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迷了自信啊，这个形象扭曲了。啊，只要我们把心态改过来，也就是念头。念头恢复正常了，外面环境全部就正常。这不是难事啊。啊，难在了解事实真相这个事情难。啊，这60年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佛法，确确实实是知难行易呀！啊，行是什么呢？就是放下。我跟老师第一天见面，他就教我看破放下。看破是知啊，难呐。放下容易，只要你肯放下，境界马上就提升，啊，马上就可以恢复正常。那么障碍是什么呢？障碍是我们怕苦，我们讨厌那个苦，我们的欲望太多，欲望放不下，这是障碍，这是堕落的障碍，这是把性的扭曲的因素啊！这个东西一定要懂得啊！不要去计较，不要去执着，你就自在了啊！现在的话是，你就解放了。菩萨了达一切众苦，皆是虚妄。不但苦是虚妄，乐也是虚妄。极乐的乐，不是苦乐的乐。苦乐的乐是相对的，不是真，不是真乐。啊，那是苦暂停了一下，哎，你觉得很快乐啊？譬如我们这个身体，这身体不是个好东西啊。生为苦本呐、啊，我的身体不苦啊。没错，你吃饱了，你不知道苦。如果你一天不吃饭，人过得很苦了。两天不吃就更苦了，苦是真的，啊，乐是假的，啊，肚子饿了吃饭很快乐，吃一碗很快乐，吃两碗还不错，叫你吃个20碗、30碗，乐就变成苦了，乐会变成苦，乐是假的，苦永远不会变成乐，这个苦是真的。啊，打你一鞭子你很痛痛苦，打你一百鞭你更苦，不会变成乐啊，苦不会变成乐，乐会变成苦，就乐极生悲呀。啊，喜欢跳舞的不错啊，跳舞很快乐，叫你跳上7天7夜你都喊救命了啊，对吧？会乐会变成苦，这肯定的，这都不是真的，
假的。啊，苦乐两边都是苦。啊，两边都离开呀，才是乐。啊，所以极乐那个乐很少人能体会到。啊，那个乐什么？清净心是乐，真实智慧是乐。会以众生之力是真乐。这一句话就是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。啊，别人有困难，伸出援手去帮助他，去救济他，这叫乐事。啊，所以要晓得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它的真相啊，是无所有。毕竟空不可得啊！你真能看破，自然就放下了。放下就得大自在啊！啊，底下接着说：毕竟不可得，毕竟是究竟，故能安忍，住于平等。菩萨明白，菩萨见到事实真相，所以菩萨再不会为自己，自己没事，啊，才真正能够做到。全心全意为苦难众生服务啊！虽然为苦难众生服务，他没有辛苦啊？为什么没辛苦呢？他把我丢掉了，他不再执着我了，不再计较我了。那没有我，谁受辛苦啊？觅受辛苦了不可得。我们今天做事情为什么觉得很苦啊？因为你也执着这个身啊，我做这么多事情我很累了。妄念在作祟呀！啊，境随心转，你有这个念头，身体就确实就感觉到累，劳累了，就觉得不舒服了。因为你还执着这个身体是自己，啊，菩萨，我们要真正了解了，菩萨是忙得不亦乐乎啊，他的对象啊，是遍法界虚空界有缘众生，你说他在没有证得菩萨之前，凡夫。在六道里头，生生世世，给一切众生结了多少缘？啊，无论是善缘是恶缘，啊，反正只要有接触，都是有缘人。证得菩萨果位，成佛了，这些众生有感，他自然就有因。感是什么呢？他所放出来的信号，无论是意念，无论是身体，身体是物质，物质它有频率，这些信号佛菩萨通通收到啊，收到就有应啊，就有回应啊。啊，我们从这里就能体会到菩萨的工作非常忙碌啊！
啊，每一天收拾的信息那是不可无法计算的，他全要回应。啊，这个应有显应，有明应。显应是让你感觉到，啊，你见到了，听到了，接触到了。明应我们讲暗中来保佑你，你自己不知道，啊，你感受不到，没有一样不应的。啊，明应的多，显应的少。啊，你要说我们起心动念，说佛菩萨不知道，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我们自己修行，证得这个位置之后，就是那完全了然。我们证得的境界，展开经卷对一对，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，叫证知真见。你这个境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不是邪知邪见。啊，所以菩萨能安忍。实际上安忍是说给我们听的，菩萨还要有安忍这个念头，他是凡夫了，念头都没有啊。他住的境界确确实实是清净平等觉，不起清净平等觉的相，所以这些话都是非常不得已说给我们听的。啊，那在他们呢境界里头是无说而说，说而无说，所以他不累呀。也就是说，说跟无说两边也不沾了，这才叫真清净啊！那么由此可知，不计众苦这个话也是对我们讲的。菩萨无论在心里在行为上没有苦乐，根本就没有啊！心里没有这个念头，身体上就没有这种感触啊，苦乐没有这种感受，这叫真乐。啊，所谓是两边不住，中道不存。这是自性清净心里面本有的境界。这叫不计众苦。啊，我们能体会到，就是这个世间没有苦乐这桩事。啊，像普朗克所说的，这个世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桩事情啊。佛在这里说，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苦乐这桩事情，
物质是物质环境，苦乐是精神环境，精神跟物质都没有啊。现象有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有。这个现象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现象确确实实是了不可得，毕竟空寂。啊，这是圣者、佛菩萨他们证得的境界。科学家现在也沾了一点边缘了。对于物质跟精神知道了，是不可得。啊，它是从极其微细、极其快速频率震动里面产生的幻想。那么这种震动科学称为能量。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都是从能量产生的。能量遍法界虚空界。能量是个动向，绝对不是自信，自信是如如不动，不生不灭。啊，那这个极其微细的震动是什么呢？在佛法的名词叫阿赖耶的业相，业就是动。啊，代表动，啊，叫一念妄动啊！啊，佛法讲得很好，那一念动也是虚妄的，也不是真实的，叫一念妄动，一念不觉，不觉就是动，觉就是不动。啊，禅定是觉，智慧是觉，禅定是觉，智慧的体。啊，智慧是禅定的作用。啊，有体有用。所以心不动呢，起作用就是智慧。心要是动了，起作用就叫烦恼。啊，我们现在讲的是知识，起作用是知识，心不动啊，起的作用叫智慧，差别在这里啊。不动是真心的，动是妄心，啊，这一动就叫阿赖耶。真正能把事实真相明白了、了解了，不计众苦。换一句话说，无论什么样的环境，你都会生活得很幸福、很快乐。幸福快乐与外头环境不相干了，你真正得到了。你对于所有的环境，你认识得太清楚、太明白了。啊，全是由于众生行念、善念、不善念，啊，无记念所变现出来的。这就是说，一切法从心相生。啊，实际上是心想在那里
主导的。啊，一切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都是从念头，念头在做主导。啊，念头太杂了，太多了。啊，还原观上讲，畜生无尽呢，就这个现象。啊，所以教育重要了。我们看到华藏世界，啊，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，看到极乐世界，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，美好的基础啊！什么原因呢？这个世界里头的居民，一个恶念都没有，一个杂念都没有。原因在此地啊，有因必有果，所以他这个世界里的美好，这世界里找不到一点缺陷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这个世界如果人都觉悟了，都回归自信，也像极乐世界一样，没有一个杂念，没有一个恶念，我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就没有两样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在这个太空当中，每一个星球都可能变成极乐世界。每一个星球也可能变成娑婆秽土，跟我们现在这样子一样。在人心的觉于迷也。啊，佛菩萨慈悲也，应化在世间，帮助我们救。救济贫苦，佛经上常说，那个贫不是物质生活，物质生活贫苦无所谓。知识的贫苦啊，那才是真大的问题啊。啊，所以佛救济贫苦用什么？用教学。帮助你认知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啊，你真正认识了，念头一改变，你的环境就转了。一个人就一个人转变了，一家人觉悟，你一家人转变了，你这一个地区的人觉悟，这个地区就改变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以前我们是在圣贤典籍啊经本上找到这一些理论啊这些方法，我们自己依教修行啊，修行两个字
也要搞清楚，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。我们很多想法看法错了，说法做法也错了，把这些行为修正过来，啊，标准是圣贤的教诲。啊，确实，我们自己改变了，真的离苦得乐了。也就是对于苦乐不再计较了，不再执着了，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，真好，真快乐。啊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没有一样不好。从五十三参里头学来的呀，啊，这些道理，啊，这些方法，啊。教诲如何落实在生活上，做了五十三参，完全明白了，会用了。啊，你一家能转，那么你的家庭真的是菩萨家庭，啊，也就是觉悟的家庭呐、啊。佛经上觉者之家，不一样啊！下面。少欲者，不多求也。得少，不悔恨。少欲知足。这个人一定很幸福，一定很快乐。啊，他于人无争，于事无求，生活所需要的实在不多，心地越清净，身体越健康。啊。真是少病少恼啊！少病，很少生病；少恼，他很少烦恼。他怎么会不快乐呢？中国。古书里面所记载的五亩之地能养一家人呢、一家人的衣食就可以保住啊，能吃得饱，能穿得暖。外国的亩比中国亩大，外国一个亩是六个中国亩，那中国讲五亩之家还不到外国一亩地，安贫乐道啊！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也走了很多很多地方。到澳洲来了，感觉的普遍的叫澳洲人知足常乐，
我是十年前移民来的，但是跟澳洲往来有20多年了。啊，在过去，每一年到这边来讲一次经，大概住一个月。啊，这跟澳洲有缘。啊，正是移民到这边来的，啊，在这边建道场，移民到这边来的，10年了，啊，澳洲人，知足常乐，啊，出来的时候，看到这边民风，啊，商店。早晨大概11点钟才开门，晚上5点钟就打烊了，就不做生意了。星期六、星期天不做生意，他们非常懂得享受，享受大自然的乐趣。啊，不做生意，关起门去了，去旅游去了。啊，他们不要赚钱。啊，有一点钱，生活能过得去，很满足。啊，跟其他地区人不一样，其他地区人是把这个赚钱放在第一。这边的人是把享受摆在第一，啊，赚钱不重要，这是个好地方啊，人间净土，极乐世界。啊，最近这几年，外地移民到这个地方人多了，啊，那么这些外国的这一些不好的风气，逐渐也带来了。现在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商店。晚上还开门，啊，开到晚上9点钟，在从前没有，啊，比10年前好像是开放一些，啊，但是比起世界上其他的一些都市啊。那还是好的太多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的农村基本上没有改变。人民非常朴实，老成忠厚。他们工作，虽然时间不多，但是他们的工作非常认真。啊，这是他们很美好的传统。一教经云。少欲之人，则无禅趣以求仁义。啊，禅趣是唯取巴结别人。啊，欲望多的人呢，他多求啊。啊，他会有这种不好的心态啊。少欲之人。为什么呢？无求于人，
于人无增，于事无求。处事待人接物，有诚敬心，有彼此互相关照的心，啊，有敬爱的心，有互助合作这个观念，这些都是人的本性，不教都有。啊，在一般童子，啊，你看小孩，他们在一起玩耍，你就能看到。现在问题严重。啊，我这个年龄，童年住在乡村，小朋友在一起玩，没人教啊，都会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这一点不假了。啊，邻居、邻村的小朋友，都跟兄弟姐妹没什么两样啊。啊，现在问题出来了。啊，这问题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小朋友被电视看教坏了。啊，上了小学了。啊，六七岁上小学了。上小学就看电脑。啊，所以被网络教坏了。啊，很小在一起他就有坏点子，他有坏心眼，要想占别人便宜，啊，想控制人，啊，夺取别人所爱的，这是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。啊，20年后，这些小孩长大了，在社会服务了，社会会成什么样的社会？我们能想象得到啊！如果现在不回头，不去找，把老祖宗东西找回来，真的，就像外国人所说的世界末日，末日无法幸免。啊，我们这才真正醒悟过来。明白了，啊，几千年的社会的安定和谐，是老祖宗们所教出来的呀！啊，他们身心研究，啊，教我们伦理，伦理是教我们懂得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，啊，与动植物的关系，与天地鬼神的关系，
与山河大地的关系，这属于伦理。关系搞清楚了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应对，这是道德。要遵守道德的规律啊。无常、四维八德，这是道德的规律。还要懂得因果的道理。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。因果从哪里来的？什么时候开始有因果？在佛法里面告诉我们，宇宙、生命、万物、因果是同时发生的。佛经上的术语一年不绝，同时发生。第一个因呢，没有原因。所以佛法给他一个名词，叫无始无明。不但没有原因，跟你讲真话，他没有开始。这个话是真的。我们在年轻时候学佛法，对于无始无明，总有疑惑。无始大概是时间太久了，太远了，找不到它的起源，这是无始吧？其实我们把意思全搞错了。无始就是字面上话上根本没有开始，那这个就难懂了，太玄了。明明有，怎么说无实呢？到量子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普朗克就说这个物质没有物质现象。这没有物质现象，这个说法跟佛法讲的无实无明是一样的。你说他有已经不在了。你想想看，一秒钟生灭1600兆次，你把那一次你怎么能看到它？一秒钟里头1600兆次的生灭，我现在让你把那一个生命说出来，一个生命说不出来。我说这一句话的时候，不知道多少兆的生命过去了。你说它灭吗？它就生了。你说它生，它就灭了。可以说生灭同时啊，你找生灭就找不到啊！在什么时候呢？就在现前，
就在当下，根本就没有过去未来。啊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都在当下。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到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些烦恼障碍住了，把事实真相障碍住了。啊，这佛说得清楚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只要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这个事实真相你就见到了，你就真正体会到了。谁放下谁就真的，不能完全放下没关系，分段放下，这是佛教学的手段啊，教学的善巧方便啊，先放下执着，就是别计较，一切都不执着，你的境界就是四禅八定，你对六道里头全看到了。啊，六道之外的不行，你还有障碍。啊，分别再放下，不但没有执着，分别的念头都没有了，你就见到十法界了。啊，也就是说，这些虚妄的幻象你全明白了，啊，能现的心性你还不清楚，那再进一步把起心动念也放下了，啊，眼见色耳闻声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对外面的境界色身香味触法根尘接触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境界呢清清楚楚明明了了，这是智慧。如如不动，这是禅定，不起心不动念是自性本定，每个人都有的。你恢复了，在佛法讲你成佛了，成佛不是别的，恢复见性啊，见性叫成佛了。成佛就是回归于自性啊，自性里面有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相好，这个时候通通显现出来了啊，不显的时候叫常寂光净土，显现出来叫十报庄严土啊，十报土跟寂光土是一不是二啊，影现不同啊，
啊，那么这是讲少欲。少欲之人，不但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没有丝毫委屈的心态。业不负，啊，业负不为诸根所牵。这个诸根就是讲眼耳鼻舌身意，不受他的影响了。啊，眼见色，见色性，他不是见色尘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。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他见的叫色尘。这个色什么？会染污他。眼见色，他会生七情五欲。耳闻声、鼻嗅香、舌尝味，都会引起烦恼啊！啊，会引起七情五欲啊！真正少欲知足的人不会啊，不会再被外面境界干扰了。行少欲者，心则坦然，无所忧也。处事有余，常无不足。啊，这一教经。啊，说。真正能够少欲的人，心地坦然，清净的，没有忧畏、忧虑、畏惧的，没有。处事有余，是说他的智慧能力啊，都会处理得非常妥善。六道众生，在一生当中，所有的际遇都有因果关系。啊，这个因果关系总的来说还是不外乎四种：报恩、报怨、讨债还债。啊，所以在处理啊，真有智慧啊，完全了解。无论是顺境是逆境，都欢喜承受啊。善缘恶缘都能用智慧去化解。以慈悲心帮助一切众生，以智慧心成就自己的道业。
啊，走的是哪一条路呢？成佛之道。啊，选择这条道路。成佛之道。最容易走的，最稳当的，最直接的，最快速的，无过于念佛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这条路，善导大师说得好。人人走得通，贫富贵贱，男女老少，人人都能走，都能成就。啊，所谓万修万人去啊。啊，就是这一部经上所说的，啊，依照这一部经的理论方法去学，个个都能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。个个都得到圆满的成就。时间快速啊，3-5年决定可以拿到手啊。比现在一些国家办移民，时间还要短。啊，我们的移民到极乐世界，啊，办这个手术，一般是3年就成功了，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公民。不是永久居留啊，是公民啊，极乐世界的公民啊，3年可以拿到啊。为什么不干？为什么要留念这个悲惨世界，这么痛苦的世界？啊，你能说你聪明吗？你能说你有智慧吗？啊，这个粗思有余，常无不足，我们就了解了。啊，3-5年的时间在这个世界上，与这个世界上一切众生和睦相处。啊，他们要争的给他，他们要求的给他。啊，我们到极乐世界去，这个世界一切的一切全带不去。啊，带不去的赠送给他们多好啊，好事情啊！啊，全部失掉啊！通通布施掉了，换一句话是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你通通都得到了。你这里不肯舍，极乐世界得不到。啊，这个地方肯舍，就舍得，啊，你全都得到了。
下面说有少欲者，再有涅槃呢，是名少欲。涅槃是不生不灭，涅槃是究竟圆满。大乘教里头把它翻作圆寂，圆是功德圆满，即是清净寂灭。只有清净寂灭，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，你全都用得上。这是圆的意思。底下接着说，汝等比丘，比丘是梵语，佛教出家弟子的称呼。若于脱诸苦恼，当观知足，知足之法，皆是富乐安稳之处。这是佛在《遗教经》里面教导弟子。释迦牟尼佛的教学，他自己先做到。世间人在这个社会上求高职位，求大财富啊，求五欲六尘之乐，他求这些东西。这些东西跟着生起来的就是贪嗔痴慢疑，根本烦恼啊。释迦牟尼佛把这些东西全舍掉了，他是王子出身，如果不出家，他做国王啊。19岁舍弃王位，啊，他出去散学，在参学的12年当中，他真的少欲知足，印度宗教很发达。修苦行的人多，这些修苦行的人都被社会大众所敬仰、所尊重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就开始过苦行僧的生活。啊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不是成道之后啊，
19岁开始求学的时候就这么干了。啊，舍弃皇宫里面用奢侈啊忧郁的生活，去做苦行僧。12年的参学，他锻炼出来了，啊，菩提树下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这30岁，开始教学。教了49年，79岁圆寂的。啊，经里都常常说，一生讲经300余回，说法49年。这300余会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他办活动，啊，办这个学习的活动，一生有300多次，有点大的活动，好几年。啊，有小的活动呢，几天，啊，3、5天，随缘，哪个地方邀请就到哪里去。居无定所，圆寂之后，这些学生们大家在一起聚集，啊，迦叶尊者主持，啊，阿难出来担任副讲，集结经藏，啊，佛在这49年当中教给我们，阿难都听到了，啊，重复讲一遍，我们把它记录下来，变成文字留给后世，这就是佛经的来源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，没有讲稿，没有文字。随口所说，天天不间断的，啊，这是世尊当年在世教学的本来面目。啊，真的是万缘放下，一心教学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他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。啊，教我们要少欲，教我们要知足。
教我们要持戒，教我们要吃苦，以苦为师啊。啊，为什么？甘心情愿过这种生活，心是定的，没有贪心，没有嗔恚，没有愚痴，啊，没有傲慢，没有嫉妒，这个心多么善！啊，心善，身就善了。啊，身体就好啊。啊，这个是境随心转吗？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有话，哪里去请他，他就到哪里去。在哪个地方讲经，那个地方就有福报。就能帮助那个地方化解灾难。不是喜欢跑啊。啊，到处去救灾救难啊。没人知道啊。慈悲到了极处啊。一生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过，全为别人。知足之人，虽卧地上啊，犹为安乐。这他做到了。他每天晚上过夜都是卧在地上。啊，不过佛是坐，他不是卧。啊，佛在树下打坐。弟子们，个个也都有这种禅定功夫。下面说，不知足者，虽处天堂啊。也不称意啊，这是真的。不知足的人，他有再高的地位，再大的财富都不知足，还想多。啊，所以他有苦恼啊，他有烦恼啊，求不得苦。这个求不得苦啊，会连给你带来的劳病死苦，你焦虑啊，你烦恼。啊，烦躁，心情不安。啊，那他的日子就过得很辛苦啊。不知足者，虽富而贫；知足之人，虽贫而富。拥有亿万财产，天天还想着赚钱，他是穷人呐。穷人才需要嘛，操这种心啊，知足的人，一个月能赚一点点钱，可以过生活了，满足了。
我在印尼，印尼我去了11次，朋友很多。每一次我们车在街道上行走，印尼交通堵塞很严重，车停在那里，就看到乞丐。乞丐他们是排队的，很有秩序。我看到乞丐，他问人要钱，拿到印尼盾了。1万吨，他一天能讨1万吨，1万吨相当美金1块钱。他这天生活没问题了，他就不排队了，走了，那位置让给别人，知足啊。我很受感动。他不多要啊，我今天生活能解决行了，用不着再站在那里排班了，不用了。印尼的人民多半都是这样的，工作，生活能过得去，他不想工作了，他去玩去了。到没有钱吃饭的时候，再去找工作，工作1、2天。所以雇主，常雇他们的人，钱是1个星期发一次，他说不能1个月发一次，1个月发给他了，至少2个星期他不来上班，他不来了，他要把钱花光，没有了，他再回来。就说知足啊，所以他常乐。印尼人之乐不是外面人能想得到的，外面人是拥有高官、拥有财富为乐，他们不是的，他们那些东西都不要。所以他们的乐趣，中国古人能够体会到。现在人体会不到，连他们天天出来讨乞的乞丐都快乐。很难得的一个国家，我们一般的人，这个国家穷，这个国家落后，你不知道，这个国家人真快乐。少欲知足，知足之人呢，虽贫而富啊。又《法华经》劝发品，世人少欲知足，能修普贤之恨。这个行念去身，念恨，念恨长动词，念恨是名词，念行是名词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修普贤十大愿望，这个十愿要能兑现，不是少欲知足的人，他做不到。少欲知足，这种人有爱心，他遇到事情能让啊，他不争啊。这人有德行啊，所以
他能够一切恭敬。这礼敬诸佛，他能够称赞如来，啊，弃恶扬善。他能广修供养，虽然财力物力不多，他有一份真正供养的心，他能够忏除业障，知道勤转法轮，请佛住持，他知道，那一般富贵人为什么不知道呢？富贵人迷了，认为讲经说法，这仁义道德与我不相干，啊，他把名利财富放在第一位，啊，是他人生的目标，好像活在世间就是为名闻利养而活的，其他的他不懂，啊，只有少欲知足的人，他才知道道德的可贵，觉悟的可贵。啊，和睦的可贵，他知道这些，啊，所以他能修菩萨行，有一即思引般若经，云何菩萨少语，乃至阿耨菩提尚不语，何况语语啊。啊，这是真的少语。啊，学佛的人也有欲望啊，欲望是什么？想成佛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成佛。这个欲望也没有，那其他的更不必说了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他已经不动心了。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当然没有分别之处。这人是什么？这人就是如来了。
他已经证得了究竟的果位。啊，华严经上讲的妙觉果佛，他证到这个位置了，真的一切放下了，一切放下，一切全都得到了。啊，那我们要想想啊，我们今天学得这么辛苦，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没有把握，原因在哪里呢？我们对这个世间没放下，还是有强烈的欲望，不能离开这个世间，所以对极乐世界的信息就相当的渺茫啊。我们在年轻时候啊，也有四五十岁，请教一个老和尚，修行还听说很不错的，我们向他请教，老和尚，他修净土法门，你往生有没有消息，有没有把握？他摇头。啊，我们觉得应该不错了。老和尚讲真话，为什么没有彻底放下吗？建立道场，为什么？别人的寺庙建得比我大，比我庄严，我不如他，好像没面子。这什么？面子没放下。尊严没放下，这是大障碍啊！所以跟极乐世界这线没连上啊，有障碍。这都是讲要少欲啊，少欲道，无上菩提了，也不在心目当中了，心里也没有了，就是真干净。啊，那我们求生极乐世界是不是个欲望？是的，不要紧，这个欲望就是待业往生，到极乐世界再把这个欲望放下，你就步步高升了。因为你带这个欲望啊，生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啊，四土里头位置最低的。那你欲望吗？你到那个地方去之后，见到阿弥陀佛了，连这个念头都没有了，马上就提升，提升到方便土，提升到十宝土。
如果的时候真正到那个地方去了，连无上正等正觉的念头都没有了，那恭喜你，你圆满了，你真的妙觉果位了。告诉我们放下的重要啊！下面再讲知足，云何菩萨知足？得一切种智，是名诸知足。一切种智，圆满的智慧。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叫一切种智。一切种智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知足，知足就不再求了。到此为止了。我们现在也是第一要知足，知足什么呢？我们得到净土了，我们得到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是名知足啊，你就应该叫知足了。你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恭喜你，你决定往生净土，往生净土你决定成无上菩提，肯定的。那不知足，我还要学这个学那个，就把你的功夫破坏了，把你的信心扰乱了，你往生极乐世界上面打了个问号，可能去也可能你不去，你去不成。如果你是知足了吧，那你决定去，这问号就没有了，决定去，没有不去的。一生造作很多业障罪业，一个字不认识遇到这个法门，他要肯念，这人能成佛。例子很多，前面跟诸位讲的哈尔滨极乐寺的修无法师，好例子啊。这个出家人没出家之前他做泥水匠，没念过书，自己晓得自己愚痴，不认识字。出家之后，这人有善根在寺庙里头修苦行，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他全干，不怕苦，愿意帮助人，净干这个事情。极乐寺传戒，他报名去做义工，照顾戒期当中生病的这些出家人，
啊，发心做这个事情。在戒坛往生了，这戒坛都殊胜了啊！往生到极乐去成佛了，他是真往生，他不是假的，而不生病，好好的一个人啊！向老和尚告假，我要走了。老和尚有德行，有修养啊，笑笑，好吧，啊，当家师比不上老和尚，当家师责备他，你这个出家人怎么没有一点长远心，戒期不过两个月，你都不能做到圆满，怎么中途而退啊？他就在告诉他，老法师，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，我要往生到极乐世界。这两个老和尚一听，到极乐世界，你预知时至，是的，即时走，不出十天。哦，这是大事啊！要求派几个人呢，助念送他往生啊，这谁都过欢喜啊。啊，到第二天又来找老和尚，告诉老和尚，我明天就走。大家赶紧给他预备后事。啊，第二天真走了，真往生了。啊，地心老和尚是戒坛里面的德界和尚。看到这桩事情，非常赞叹，这是出家人的好榜样。啊，没有生病，说走就走了。啊，助念的这些同学们要求他做几首诗，或者做几首偈子，留给我们做纪念。修无法师说：“我是个老粗出家，不认识字。啊，我也不会作诗，我也不会作偈。”最后说：“我有一句话留给大家做纪念。”啊，他说出这句话：“能说不能行，不是真智慧。”最后留这句话，他是不能说，他真能行，他真干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了。他知足了。地仙法师还有个徒弟郭罗匠，这大家都知道，也是不认识字，40多岁才出家，什么都不会。啊，地仙老和尚就教他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你就念这一句。念累了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再念，告诉他准有好处。他也不知道什么好处，他也不管，反正师父叫我念我就念，就真干。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再念。3年预知时至，没生病了，站着往生。啊，死了以后还站了3天，等老和尚替他办后事。
啊，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啊，都得走路啊。老和尚在关中寺，啊，到他关中寺走路要走一天，大概六七十里路吧，要走一天。啊，把这些信息去报告，老和尚再收拾一下，赶快赶回来，来回三天，他再站三天。不容易啊！啊，这些人怎么成就的？没有别的，就放下。真正少欲知足，什么都没有啊！知足常乐出家就知道念佛，除念佛之外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你无论问他什么，他给你回答的是阿弥陀佛。底下是念老给我们说的，此意不求他尽。名少欲啊，我们自己生活所需够了，不再想了，不再求了，少欲安住自发明知足啊，他尽色等无欲啊，我们讲财色名食睡。不求啊，自发限量之志，我现前能干些什么，就真干。师父教的一句阿弥陀佛，叫你老实念，就真的老实念。我只会念这一句，其他都不会。这叫安住自发了，准一即是的意思，则不与心外取法，无一法当勤者。这个当是动的意思，意思就是说，不为一切法所动摇。这叫少欲啊！啊，外面无论是善缘、恶缘、顺境、逆境，它通通都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决定不会受外面境界影响。啊，善缘、顺境不起贪念，没有贪心。啊，逆缘、恶境没有嗔恚。永远保持自己的清净心，老实念这句阿弥陀佛，这就是少欲。底下这四个字四句话意思很深，提露真常，即灭为乐，如如不动，是为知足。这个境界很深，这是菩萨才能做得到的。我们只要得这一句阿弥陀佛就知足，这就行了。少欲知足这一句啊，居如是妙义，足证佛经于身。啊，这一句话两个小时讲不完了，我们一生受用不尽啊！真的明白了，真的懂得了，这一生就成佛去了啊！
换一句话说，修行无论修什么法门，功夫不得力，毛病就出在这四个字。你不能少欲，你不知足，所以你的障碍磨难重重，不但有障碍，还有磨难。那真正做到少欲知足了，磨难都没有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